来来，好吃啊！好，非常棒。思达虽然现在风头很旺，但是你的负面消息满天飞，是不是心里有点不舒服啊？怎么会呢？我的艺人迅速窜红，打了某些人的脸，作为经纪人，我心里是挺得意的。我是真心佩服你啊！能红的寂寞宁愿放弃公司的知名模特一个不用，偏偏只用思达。 还能通过他对接到那么多的时尚资源。你去找过寂寞？是啊，我去找过他，而且他把我推荐的公司所有的知名模特全都拒绝了。若楠姐，我跟你的时候就知道你手段很厉害，但是靠着男人上位这一点，我怎么就忽略了呢？彤彤，永远都不要去用嘴巴打败一个人，要用头脑跟实力。 无论我有没有用手段，结果就是思达上了一时尚的 T 台，而且迅速窜红了。你呢，就只能在八卦网站上面发表几句嫉妒的言语，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别。季总，再过半小时呢，宣传片就要开始拍摄了。 摄影组想请你过去看一下，以免成片以后效果你不满意。这次拍摄的模特是谁？思达，最近他在时尚圈发展势头比较猛，所以请他过来拍摄了。我知道，他经纪人会不会跟着？应该会吧。阴魂不散，我还真是爱给自己找麻烦。走吧。 思达，你这眼神太空洞了，这组照片体现的是甜蜜，你需要从你眼神里流露出深深的爱意，爱意你懂吗？他的性格比较慢热，可能有点紧张，给他一些时间。赶紧吧，这个今天任务很重，还有很多照片要拍呢。好，我去跟他说一下，不好意思。熊哥，你看这个，我看一下。思达，怎么样？你很紧张吗？ 放松，你要放松。你如果不放松的话，我们就拍不完了。嗯，他说要爱意，你就想想看，你有没有喜欢的女生？虽然喜知道说你有那个什么障碍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你是演员，你要想象吧。你就把那个摄影机，然后当做是你喜欢的女生，然后你看着她，笑得很甜蜜，这样行吗？想象一下，可不可以？对，就是这样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哎，经纪人让一下，让一下啊，我们再来，再来两张。 来啊，漂亮！哎，对，就这个眼神啊，保持住。哎，对了，我们再来两张，好嘞 ，OK， 哎，这边再过来一点啊，哎，光再给一点，好 ，OK 的，开心。好嘞，啊，保持住啊，好嘞，哎，这边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再往那边偏一点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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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身为一时尚的总裁，过来看看艺人拍宣传片，有什么不可以的吗？好，再来一张。哎呀，好。季总怎么亲自来了？那多不好意思。您这么忙，还过来看思达拍照，真的是太辛苦了。谢谢谢谢，可见季总很重视我们家艺人嘛。谢谢谢谢谢谢季总。你又在搞什么？你是一时尚的老板。 让旁边的人误会我们两个关系好，对我的艺人有益啊！你说思达以后在时尚圈能不能如鱼得水啊？看来季总对你的绯闻是真的。是哦，这么亲密，那他俩肯定是在谈恋爱。哎，思达，你发什么呆呢？准备一下，拍下一组。主题是愤怒啊！不行，好像我没有状态，我过去一下。如果你真想帮他，就待在这儿别动。 什么意思？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表情啊！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配合就行。太棒了，太到位了，保持住啊，很好。什么？哎，这个表情对啊，对对对，太到位了，对，就这个状态啊，好，保持住 ，OK。好嘞，好。哇！好帅。
各位好啊！我是什么来着？来来，好吃啊！好嘞，非常棒。好，我们下个主题啊。我们彼此再忍耐一下就好。好，接下来的主题是悲伤，你需要。哎哎，对对对，就这个，保持。哎哎，角度给我一个。哎，好嘞，状态很好啊，非常棒，非常棒。不要贴这么近，离我远一点。OK OK， 再来两张。好，保持。好，非常好。对，再测一点。哎，好。OK， 收工。好了，效果达成了。收工了。这组调出来我看一下。这么快啊？对，你家艺人这个领悟力、表现力特别强，我很看好他，前途无量。谢谢，思大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Andy 老师是摄影界的大咖，难得夸人呢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，不客气，加油！今天辛苦了，谢谢谢谢。嗯。哎，季总，你这恩爱秀的也太明目张胆了吧？我只是不想让他拖延工期而已。那怎么弄呢？你有没有听说过，嫉妒是最好的催化剂呢？